如何把小龙虾做成米其林的样子？清理龙虾小技巧，简单四步，学不会算我输。清水加盐泡出脏物，斜刀45度剪去虾头，挑出虾尾，捏中间尾巴拽出虾线，最关键的一步，捏住虾脚扯出虾腮。起锅不烧油，取腥三件套，把小龙虾一副扒了，几个咸蛋黄捣碎，和姜蒜一起冒充蟹黄的滋味，水淀粉、虾肉、生抽全部和在一起，往面上一浇。接下来才是它价格翻3倍的关键，气球装冰块灌水，熬好的糖浆浇上去，这个就是网上传说中活了200年才知道的米其林大厨摆盘技巧。咸香浓郁，有滋有味，有了这道菜，就算蹲在门口吃也尽显尊贵。